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没有要求。哎呀，对我刚刚心里就想到这个。对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对男朋友的爱就是你会比较要求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就是打一个很简单的啊，就是比如说，呃，你早上说早安，晚上说晚安，有一天不说你就急。那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？啊，我以前是的。 啊，少说声晚安都有点不不不到位啊！就是，就是、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了啊，就比如说他刚开始每天都是早安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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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突然突然没了，突然有一天哎 <laughs> 怎么了？就是我、呃、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嘛，对吧？但是他如果从开始就不是早安晚安早安晚，那你也就习惯了这个。我还有一个小细节，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，我觉得我观察是，你注意力，你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特别集中。 对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。对，我们死党在一起，别管我啊，你别管我，你也不要要求我。